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村子里流传着光巨人的传说。坚固，快点快点，还好了。哎，好了好了。当时黑暗的魔神还常出现在地面上四处破坏，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总是会有一个光巨人出现，和黑暗魔神展开激烈的战斗。打败魔神，让大地光明重现的光巨人，完成使命后，就消失在深山里了。之后，在山下定居下来的人们，仍然相信着很久以前的那个光巨人，至今还沉睡在深山中的某一个角落。敖沙在找你。爷爷找我？他在幽沙雷女巫那里。谢谢你告诉我。你在山上有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征兆？没看见什么，怎么了？我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终于得到它了，斩妖除魔剑。这个，这是什么？巅峰战士管制塔呼叫受训学员小易。训练金阿发 A15号小易收到，请说。有一位访客来参加你今天的飞行测验毕业典礼。访客？小易学员请注意，庆祝派对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你最好趁汤凉凉之前赶快回来吧。小光姐姐，规定的路线都通过了，即刻返航吧。遵命。太棒了。哦，异常现象。そんな警告はケイティが感知してなかったぞ。窓帰りホームへ、窓帰りホームへ、応答お願いますどうぞ。時空手怎么全乱掉。发现怪兽，总部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可恶！看我的！有东西要来了。阿姆姨，要来了，一定有什么要来了。活着，他打扮得好奇特呀。他是坐着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鸟来的。鸟？嗯，他刺在岩壁上，我想他应该已经死了。阿姆伊，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男人的？我是在梦里感觉到的啊，感觉好像有什么要来了，于是我拼命地跑，然后就发现他了。
阿木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看见什么？嗯。欧沙大人，我想预言可能真的实现了。間違いであってくれればよいが。当黑暗的怪兽再度出现的时候，光巨人也将再一次复活，绝对不能让光巨人复活。德古拉玛古玛殿下，光巨人是什么？就是阻碍我们黑暗使者统治天下的好管闲事者。怪兽马上就要来了。这真是呆呆的。是，你来控制这只怪兽去攻击村子，一切听您的指示。欧罗基。是，一定要将村子摧毁殆尽，知道吗？绝不可以留下任何的活口。遵命。我绝对不能让有办法使光巨人苏醒过来的家伙活在这个世界上。去吧。王八的呆呆的蜉蝣，过来！呆呆了，别丢下我一个人啊！这边，这边。这里是。哦，你终于醒了。我到底怎么了？是阿母一，他把你带到这里来的。阿母一，就是我。非常遗憾，你做来的鸟已经回天乏术了。鸟？这样，训练机已经。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哪儿来的？我遇到异常气象的时候，突然发现是大怪兽。原来如此，我穿越了时空。怪兽，果然没错。欧沙，有事没看过的大怪兽往村子这边来了。什么？我々先森たちが迎え撃ちます。毎日のことがあります。おそは村の者たちと山に避難してください。怪獣だ。僕が連れてきたのか。大家加油啊！哦。哎，叫大家快点！是。哎，快点把石头搬上去！哎，快点！啊！快点！快点！哎，师傅。哎，松月，哎，松月，队长，各位村民。不要慌张，保持冷。怪兽
交给欧罗龙跟他手下就行了，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到山上去避难。私に続きなさい。今天开始我就是大人了，陶亚，拜托你就让我去吧。我也跟你一起去，因为那怪兽算是我带来的。你身体这个样子能够打吗？不用担心。那就一起来吧。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小易，我的名字叫小易。大家注意，等他再靠近一点再攻击。是。欧罗吉打成这样，我不饶你！王八的，呆呆了。
火焰地狱。燃烧吧，燃烧吧！快往村子里撤退！小儿子跑村子干嘛？放开我了，我也要保护我们村子！致命傷を奴に負わ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你是什么人？只是过客，那只怪兽交给我处置吧。你一个人没办法，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干嘛？没有。是吗？走。把他从村子里赶出去。话是这么说，可是没办法。既然这样的话，往山里逃好了，我们走吧。大哥，那是谁啊？啊，好厉害啊！往这边来了，阿木一趴下。阿木一，这里太危险了，我们往山那边跑。哦，来，大家快点往山里跑啊！这个跟妈妈提过的电光棒好像。父大吾は巨人になったという。あれか。那只怪兽是我带来的，如果真的可以的话，真的超人呢？真的，真的。
何が起こったんだ。申し訳もありません、ドグラマルマ様。我知道我自己没用，但是怪兽还可以再打。不过咸蛋超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原来如此，看来咸蛋超人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啊。那就趁这个机会。ドグラマグマサタンバヤマニハラヤオンバザラドグラマグマサタンバヤマニハラヤギエー黑暗魔神德古夫啊，你可能破坏一切，阻止咸蛋超人第一个苏醒。黑暗逐渐覆盖天空了。快，大家快躲进洞里去。しばらくは貯蔵した穀物で。食いつなぐこともできよう。さあさあ、アムイ、アムイ、你们没事吧？啊，波罗龙，很抱歉，是我的能力不足。不过那只怪兽，实在不是我们有办法可以对付的。阿木伊他，我看见了，看见咸蛋超人迪格为了保护村子而战。真的吗？是真的啊！逃げてくる途中で山陰から見えたんだ。阿木伊，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我们为什么什么都没看见呢？对呀，没看见啊！阿木伊是不会说谎的，而且我们一定是被山挡住，所以才什么都没看见，对不对？阿木伊说的都是真的，我也看见了。巨人が怪獣を倒すの。だけど巨人も力尽きた。山に帰ったのに違いない。せや。当怪兽出现的时候，光巨人也会出现。预言果然成真了，可是究竟是……对了，有一位路过的猎人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我想会不会就是他？真的是好厉害哦，他是真正的勇士，一定是他把咸蛋超人迪哥叫出来的。不是我把他叫出来的，你们都误会了，小易。你没事吧？啊，我没事。我已经听手下们说了，听说你在危险的时候奋不顾身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谢意。哪里，没什么好谢的。请教您的大名是？马格罗巴。马格罗巴，好棒的名字哦！让咸蛋超人醒过来的人是他，是小易啊。だが僕の力であれが精一杯だ。もう一度同じことができるとは思えない。でもなぜマドカは巨人を蘇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だ。こいつだ。他用我带来的这个，没错吧？是的。とにかく中へ。お二人には詳しい話をお伺いしたい。イザルの巫女の予言通り、闇の魔人から里が守れるかどうかがかかっている。さ、俺はここよりずっと北の遺跡で
闇凪の剣を体に飲んでいるという獣を仕留めた。これだ。あの伝説の。初めて見たわ。そこで不思議なものを手にしたんだ。何やそれ。多分遺跡の真偽のようなものだと思う。俺を導くようにある方向を流してうなるのだ。そしてここまで来た。そうだったのか。でもそれは巨人の導きでは。その通り。怪獣の出現を予知した巨人がそなたにその使命を託したに違いない。それは巨人の復活に欠かせない真理じゃ。小翼用这个变成了咸蛋超人迪格，为什么呢？我是从很远的未来不小心来到这里的。遇见了怪兽？是的。我的父亲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光翼之的继承人。这个神器跟我父亲要变成咸蛋超人时所用的电光棒这种东西非常像。你说电光棒？是的。既然如此，那就让小翼当咸蛋超人迪格保护我们村子就好了呀。是啊，拜托你，请你帮助我们，拜托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可是我父亲说过，与其当咸蛋超人，他宁愿当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我可以感觉到这样的彷徨在我内心中交战着。没办法变成咸蛋超人迪格，那是因为我体内有父亲的记忆遗传因子。或许马和罗巴就可以。我只是个普通的流浪猎人，我并没有得到那样的天赋。尤小雷女巫，当我们在这讨论的时候，黑暗魔神已经逼近了。预言中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让光巨人复活的线索？根据预言的说法，他就在村子里某个人身上。照这样说的话，坐在这里的小翼和马和罗巴都是有可能的人选。不过如果他指的是真的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人的话，是迪格尔了。迪格尔？嗯，迪格尔就是指拥有超人能力的人，能在天上飞，跑起来比野兽还要快。超能力者か。その人たちはどこに？今は村にはいない。その特別な力を磨くためにこの時期は毎年秘境に入って修行してるんだ。ティグルーたちがいてくれたら呼び戻す手立ては？ない。彼らどうしたな。離れていても可能な時があるが。来了。那个声音是？就是迪格尔啊，那是神奇飞天鸟的声音。怎么了？晚了一步哎！难怪我老是觉得心神不宁，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操！村の民は、くそ！你看那边，托比塔卡。把山给我铲平！光巨人到底躲在哪一座山里面呢？全部崩せば問題なかろうが。原来是他搞的鬼。嗯，那是什么东西啊？是那些家伙的余孽吗？我一定要替大家报仇。等一下。托比达卡，我来接你走。面白い。
叩き落としてん。看着，这是替大家报仇啊！啊！阿弥陀佛！在这里啊，奥罗龙，紫马古龙，卡萨哈雅，你没事吧？有，你们都没事吧？嗯。其他的迪戈尔们呢？我们在修行中遭了攻击，我想大家应该都能自行逃脱。我们是感觉到村子里有危险，所以先回头到这里来的。紫马古龙。那个人是谁啊？马赫罗巴勇士，他真的很厉害，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等一下，这里交给我们迪戈尔吧。有，斯巴克罗，我。小心点，斯巴克罗。你在哪儿哟？来到了。我还是按照往例把你打个落花流水吧。看我的厉害！王八蛋！你来喽！超人迪哥现在还没有苏醒，德古夫，趁着光巨人还没办法动弹的时候，把他给我斩草除根吧！阿木一，你怎么了？阿木一，我们得快去找欧龙龙他们，不然迪哥他们会被怪兽给……阿木一，阿木一。什么要来？未来的魔神。你说什么？
陶雅，阿母已经交给你了，魔神要来了，我得要赶过去。带他一起去。伊萨尔诺尼克，阿母一一定能帮得上忙。马赫罗巴跟欧罗龙他们有危险，而且黑暗魔神马上就要来了。我决定再变成迪格试试看。命を信じる暇はない。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抛开心中的犹豫，不过我说什么也要试看看。阿木一，阿木一，实在太可怜了。来了，魔神要来了。又杀雷女巫，迪格的徽章应该能帮助阿姆伊快点觉醒。这么说，我现在十分肯定，阿姆伊他正是光意志的真正继承者。阿姆伊嘎，巨人迪格，那什么？德国货，快点把巨人的石像破坏掉吧！束手无策了。对手是我，小一。
小心！信心在。
成功了！好嘞，好嘞，太棒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哎，真正的勇者是你。好，各位，我们把真正的勇者抬起来吧。马赫罗巴，干嘛？我对你一点都没有陌生的感觉。我也是。你跟我姐姐长得很像，哎。别乱开玩笑，我会生气的。谁会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你看。我想小光姐一定也不会相信我的。难道你是我的子孙？应该是吧。小易，你会一直留在这里吧？这怎么行呢？可是你回不去了，不是吗？你的大鸟已经……我会让它复活的，就像山里的咸蛋超人一样。啊，我会很无聊哎。我也是有家人在等着我。很久很久以后，这个地方被人命名叫做迪格之都，而这迪格之都的遥远记忆，经过了几十世纪的岁月之后，仍然还是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夢を見ていた遥かな国の夢を見知らぬ景色どこか懐かしくどこまで歩き続けるこのまま道の向こうに僕たちが行くべき場所へ